现在所看到的整片湖是所谓的叫马赛港，也是整个在地中海可以说是在整个法国最大的一个商业港口的部分。那以地中海目前这边的腹地面积是主要商业用港的部分，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车子。现在时间大概是11点的时候。介绍一下马赛。